就是因为上礼拜我们不是带板子去找小龙哥嘛，然后还有大家教一下我们怎么自己补。然后因为我们有两个破的地方，第一个是正面鱼尾这边，但没有很严重，对，但是就是稍微磨一下。好，然后因为冲浪板通常分两个材质，然后就是这个 epoxy 或是 poly 的。然后那天小龙哥有特别提醒我们哦，就是两种材质不可以交叉补错，因为会越融越大洞。对，然后可是我们买的这个它是两种材质都可以用，有看到吗？ epoxy 跟 polysafe， 太近了吧？对，反正就是这个，就是两个材质都可以用。对对对。好，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地方破比较大一点点的是那个背面的这里，对，这一区。好，所以一样，先把它磨掉。对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这边，现在已经先把它磨下去了。这个这一块，嗯，然后等会儿呢晒一下太阳，对，然后等下去冲上来看看有没有出水啊，如果我没出水我们就自己补，有出水再带去找小龙哥。好啦，就准备下水咯。
水，所以应该是没有进水的。然后小龙哥说，如果没出水，我就自己搞定就好了。好像小时候在做美劳。刚原本很担心进水，是因为如果板子进水啊，那个重心就会偏掉，然后重心一偏掉，哇，这张板就等于报废。对啊，你在追浪、骑乘、滑水什么的都很麻烦，如果重心歪掉就GG了。对，好，应该这样可以吧？然后呢，我们用一块保鲜膜，就是小龙哥教的小配包。因为我们之前自己缝的坑坑洞洞就是那个不平，对，所以就是用一块保鲜膜把它拉平，先从底下好了，这样把它拉平。这样有平吗？你猜呢？应该有吧。好吧，那就先这样咯。对，让它晒一下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周记就先到这里啦。喜欢的朋友记得帮我按个赞，然后再帮我分享出去。那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任何一集哦。拜拜。